控制这个地方呢？因为要原住民的土地要开发，因为原住民土地有樟树，然后说深山都有很大的巨木，哦，就可以做木材，这些东西都是很值钱的。所以我们所认识的原住民，或是一般大家的观念里头，原住民是穷的，没有文化的，野蛮的，就这样子。日本是让他们就变成无产阶级啊。我问的报道是说，日本人进来把小孩带到外面去，集合的群众当中，那个队长就说把小孩抛过来，小孩那样一背丢上台，那个日本的军官就直接往上刺杀上去。你们一上来抢我们的地，然后把我们从原乡强迁徙到一个地方，你这个动作，你等于是把我们所有的，我们对地方，我们对故乡，我们对部落的那个感情全部把它挖掉。是，特别是原住民区域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是殖民这个字，然后被殖民的人，尤其是原住民被归类为野蛮人，所以呢就剥夺人格，剥夺他的财产权、文化权、语言权，所有的权利。所有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刘义昌，来吧，大来，欢迎大家收看《见识南岛》。今天要跟大家谈的题目是原住民历史事件，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整个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延续性的发展，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更是一个从南岛民族形成过程一直到当代原住民族的整个大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历史发展过程是由大大小小不同的事件发展所构成，尤其是晚近400年以来，台湾逐步踏入历史文献和国家统治的阶段，更是如此。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两个跟泰雅族有关的历史事件，一个是枕头山事件，一个是韶茂事件，都跟泰雅族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我们首先请目前仍然在政大民族系教书的傅吉宇老师。傅老师是一位对台湾原住民历史具有深刻研究的学者。我们请傅吉宇老师。枕头山事件，1907年，这个事件呢是文献记载的很详细、很精彩，可是没有照片。枕头山是战略上很重要的位置。这个事件之后呢，枕头山社消失了。1907年，佐佐间他规划5年里番。这是第一年的一个计划。第一年有两个计划，一个是雾社的爱用线前进，另外一个是插天山、枕头山爱用线前进。这个两条是中南两边夹这个泰雅族而很重要的一个爱用线的设立。那么枕头山这一个呢，是泰雅族前山群发动攻守同盟。攻守同盟从乌来到马武都这一带的前山的泰雅族，他就发动攻守同盟。可是呢，就这个也算是最后一仗，之后就再也没有攻守同盟，等于是清朝
时期的这个公受同盟的关系就消失了。插天山爱用线从乌来这边福山那里，然后呢就桃园的枕头山到插天山，南北这个插天山那里是一个爱用线。1907年的7月呢，就是桃园这个方面呢，大沟坎前山群啊跟日方达成协议，意思就说同意设一个爱用线。可是实际上桃园县的爱用部队到了枕头山的时候，遇到了非常激烈的一个抵抗。乌来那边也有，可是乌来那边呢是势力已经相差太大，所以呢就乌来马上就变成是爱用县内的这个原住民。那么这个事件另外有个十月在战，十月之后呢桃园厅获得满意的枕头山通往插天山的新的爱用线。那么我们现在是看现在的这个枕头山大汉溪大哥坎溪的流域，我们从台九线到脚板山的时候呢看到了这么样子的一座山，这个是从那个区域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得到，因为枕头山是在那里非常醒目的一个山。在这个山里头呢，日方跟这个原住民就打这个激烈的战争。枕头山它出产的通草是做帽子的一个草，所以呢就这个名称应该是就是用通草来形容这个部落这样。我想这个官方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激烈的抵抗，所以呢说没有多大的照片或是什么特别的。我现在在这里呢就当时部落的原貌，各位可以看到就是祥和的这个部落的面貌。另外有一个这个事件之后呢，台湾总督府占领之后呢，弄一个标示，用水泥做的标示，写出来的是总督府这个字。那么就公所同盟的范围啊，这个是细流同盟，就乌来到茅屋都这一个大致上是这个大哥坎溪流流域，也可以说依这个地图就可以知道，这个是泰雅族对抗外来的人，他要夺取原住民的樟树，制造樟树，所以呢就这个区域他们都会自己组织一个一个对抗外敌的一个组织，这个是跟樟脑的生产跟外来的入侵有密切关系。那我们就现在讲这个左九间左马泰，他在台湾9年多的高龄的60到70几岁的那个老将军，他发动了5年里方，其实是不仅是5年，延再延，所以就总共就7年的这个里方讨伐的事业。我们是看这个1907年3月的台湾日日新报说，大哥坎前山坟全部归顺，做了个仪式。可是呢归顺这个字是日本人讲的，归顺这个字呢是就是投降的意思，可是原住民的角度来讲的话只是另外一个和解的意思。因为是这样子，就日方的答应在阿姆平这个地方设一个交易所交易，然后呢这个泰雅族人就一方面交易，一方面是答应爱用线前进。可是这个枕头山这个地方对这个大哥坎前山群来讲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就公所同盟
乌来来的，或是这个三峡的大包西来的啊，还有呢，毛乌都来的，一起打。所以就是日方就是遇到很强烈的一个抵抗之后呢，抵不过，而双方达成停战协议。然后呢，泰雅族人提出11条的条件。那么任何的其他的事件里头，没有一个把原住民提出的要求写得那么清楚。那么日方只有8条，就说让我们经过这个枕头山好不好，除了这个条件以外其他都答应。可是呢，就真的是画出来的是原住民不让日本经过枕头山的啊，设一个枕头山的爱永县。那11个条件呢，就说县内爱永县设立之后呢，原住民就变成是爱永县内的这个泰雅族。所以就是他们提出要求，这个土地只有我们开垦，地上物的采集就让我们自由，打猎渔猎，这个原有的权益要保障，还有呢，战争而所损害要赔偿，然后呢，保护妇女的安全，最后就提出来给头目金贴这个字，然后8月19号大雅族人带日本人，然后就设一个枕头山到茶田山的爱永县。那这一个呢，是避开枕头山到部落的一个爱永县。对日本来讲的话，就非常不满意，可是就没有办法，这泰雅族太强烈了。就十月的时候再战。那文献里头说是爱永县内的，特别是大包社的人，还有大哥岗后山区毛都的人，他们就发动攻守同盟，而这个很多个汉人抗日分子也一起来。这个仗虽然是时间很短，可是非常非常激烈。可是呢，就还是日本的物力、人力、战力超乎原住民，所以呢，就11月已经算是这个抗日的人要逃回后山去啊，然后呢，再创造日方满意的爱永县。各位，爱永县哈是就是做土木工程做个县。柱子中间用铁丝网来连接。有的是在这个的话，全线都是通电的铁丝网，也说是最严格的一个完全封锁的爱永县。各位看到这一个呢，爱永县图啊，这里头红色的就是勾字的那一个呢，是八月族人带领而设立的爱永县。那么下面的这个黄色的，这个黄色就是深一点的橘色的那一条，算是直线的那一个呢，那个才是11月日方满意设立的一个爱永县。就这样子的话呢，把这个前三群啊全部都捆了。那么就爱永县上，日本就设监督所，就是警备线啊，就是密密麻麻的很多。各位看到这个，如果这个地方日方认为是治安都恢复了，就说变成安全地方的时候呢，爱永线上的很多材料一个一个都拔着，然后就另外搬到别的地方设爱永线。所以就爱永县并不是这个常设的东西，而这个是爱永县呢，是现在很多人就去常常去找哪一个是爱永县，但是没有，所以就大多找到的是那个酒瓶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因为没有了一个个都拔了。那么这个原住民泰雅族变成所谓的县内方之后呢，就是丧失自己的一个自由的民族文化，
那为什么日本警察要控制这个地方呢？因为要原住民的土地要开发，因为原住民土地有樟树，然后就深山都有很大的巨木，哦，就可以做木材，这些东西都是很值钱的。那就为了掠夺这些原住民区域的东西，原住民就变成是主力，所以先把原住民要制服、征服，让他听话。那么对泰雅族来讲的话呢，枪、子弹，哦，还有其他的很多个财产就没有了，就变成无产阶级。所以我们所认识的原住民，或是一般大家的观念里头，原住民是穷的，啊，没有文化的，野蛮的，就这样子。日本是让他们就变成无产阶级啊，然后呢，原住民是这样子被人家欺负还很乖了，就叫做绝对服从、遵守官命。那么违背的话呢，就受到处境。比如说一个原住民被逮捕，丢到一个笼子里头，他就会死啊。就像野生动物把它关在小笼子，很快就丧失它的健康一样的。所以就日警啊，是各种的方式叫他们接受绝对服从，然后呢用这个来控制，就是盐巴了，盐巴来控制。那么部落解体之后呢，他们就变成是这个区域的人，就变成是脚板山社头目。刚才讲整座山不见了，啊，大包社的人也被赶到这边来，就变成是一个官方所指导下所设的一个脚板山，然后就设一个头目下生活。然后呢就是县外逃过去的话呢，日本就想办法啊，就要游说，甚至于他要收获收成的时候，针对他的这个收成的这个地方就放爆，让他困入饥饿的这个边缘。那就用这个方式啊，早日投降。部落的人说，日本人就把他们的这个粮食的仓库把它毁掉。这个毁掉以后呢，他说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怎么生存下去，只好就跟日本和解呀。哦，好，那么在我的解释下，这个隐藏的枪，不要说泰雅族，还有布农族，他们是把枪交出来，可是身上还是保留，而是想尽办法拥有枪，用这个方式呢，保持所谓的原住民精神。啊，虽然表面是温驯的这个农民，可是内心是还是拥有对这个公权力的抵抗的一个精神。我做这个历史研究，尤其是原住民历史研究，原住民是没有文字，所以呢，我们就靠这个日本人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文献来做。那么这个从这里头去寻找原住民的这个他的人生，是他的那个痛苦，我想做研究的时候，我深深的会反省。日本没有想到史达茂的人会反击，所以他就命令南投町所有归顺的原住民派组织犯人骑行队去攻打他们。年轻人反抗的，就逼他们先挖洞，先挖那个坑，挖好之后就逼他们跪在那个坑的前面，就直接砍头。各位朋友，我们非常谢谢傅奇教授对于大可坎溪流域
泰雅族群有关枕头山事件详细的说明。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当时的日本总督佐久间佐马泰有关于五年里番计划里面的第一个重大的事件。他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看来风景秀丽的枕头山其实隐藏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了北部泰雅族深刻的历史发展。我们非常感谢傅琪老师给我们真正的理解。接着我们要来到雪山山脉的南侧大甲溪的上游，请到在地的泰雅族人尤巴索阿旦来跟大家谈斯拉茂抗日战役。斯拉茂是泰雅族在现在大甲溪上游的一个重要据点，那我们请尤巴索阿旦。很难得主办单位能够为我们台湾原住民重要的战役来引导我们去导读它。我今天站在这里要谈的是有关大甲溪流域上游的宾特里亚纳斯拉茂抗日的战役。大甲溪斯拉茂抗日战役是斯拉茂这个族群达亚纳斯拉茂的发生的抗日战役。然后斯拉茂的抗日战役地区就是这一张图片，它包括从北港溪一直打到大甲溪，大甲溪上游的斯拉茂抗日战争史。1911年的5月，日本派2000名的爱永县前进队，其实就是军队，攻打斯拉茂的这个岸部。因为打不赢斯拉茂的人，他就在1913年的8月，他就派军队直接上高山屠杀山中的达亚。然后日本的军队直接攻打上去之后，斯拉茂的人战士族人他们就逃到雪山山脉去，跟剑山山脉继续的抗日。到了1919年的年初的时候，他们就在下山，慢慢的下来到现在离山地区对面有一个很平很宽的冲积台地，他们就在那边建立格巴堡社。结果日本军队还是不放心，就找个机会把整个斯拉茂人的格巴堡社派军队把它全部烧灭掉。这个番人奇袭队斯拉茂攻打斯拉茂之前，是斯拉茂的人他们的部落格巴堡社被军队全部屠杀，用火烧毁之后啊，剩下来的人不多，大概只有五分之一是上山去打猎的，或者说去到儿女的家那个嫁出去的地方去那边探亲，回来只剩下没有到五分之一。下来之后他们集体再组合在一起，就直接去奇袭，就直接就去报仇，杀两个日本的驻寨手。日本没有想到斯拉茂的人会反击，所以他就命令南投厅所有归顺的原住民派组织番人奇袭队去攻打他们。这个就是1920年的事件。然后反抗日本的斯拉茂人一直到了1927年12月他们才真正的归顺下来。27年很平安，然后一直到1931年的时候，因为日本他很歧视斯拉茂的人，
他可以随时随地打喇嘛的人，不管是妇女、小孩、大人也好，只要经过朱在手的，他们就可以随意的虐打他们，甚至于他们会领入妇女，所以才会引发1931年的最后一集这一战。结果当时国要社被族人抗战之后，剩下人来不及逃的大人小孩就被日本俘虏起来。他俘虏起来之后怎么处理？直接刺杀，用枪刺杀，然后用枪来逼迫他们，然后裹首他们。这两张照片是所有的族人被集合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这一张照片是那些被集中起来的那些年轻人，除了刚才一一的用枪把他枪杀之外，年轻人反抗的就逼他们先挖洞，先挖那个坑，挖好之后就逼他们跪在那个坑的前面，就直接砍头。这一张照片应该是非常很具有纪念价值的，日本特意把它当作是他们的那个精神。然后第二个部落就是松茂，现在松茂的对面曾经有一个部落叫多卡圣，因为那个后面就是多卡西，小溪叫多卡，然后那边的部落住了大概七十八十个人。当时日本去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枪全部缴出来了，因为日本的军队一进去的时候防不胜防的就被包围，然后缴枪他们就归顺了。可是在集合的当中，日本兵进到房屋里面去看的时候，看到藏匿起来的少女就抓起来，然后看到小孩的时候就把他抱在空中。我问的报道是说，日本人进来把小孩拿就那样子带到外面去，集合的群众当中，那个队长就说把小孩抛过来，小孩那样一背丢上台，那个日本的军官就直接往上刺杀上去，所以他们整个就全部又骚动又反抗，因为没有枪也没有刀子了，他们只好用空手跟日本打，全社的人就全部被歼灭掉。到现在为止，多卡社这个地方没有人敢再去住，因为会有鬼魂在那个地方，他们都还在那边。这个是日本军队攻打史拉茂的时候的留下来的照片。根据齐老的报道的时候，当时那个史拉茂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族群跟部落，大概将近有100户的人在那个地方。这个是日本进去之后直接的攻击攻打他们，直接用气枪，他又带轻机枪，然后迫击炮，然后一般的那个58那个步枪啊，我们当时的喇嘛的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就被攻打进去，攻打进去完毕后就把整个的部落全部烧掉，所以说真的是一个毁色的那个攻击行动啊。这就是当时日本照出来的照片，这个就是史拉茂部落的旧址。史拉茂的人剩下的就爬到山上去躲了躲藏一阵子之后他们就下山再到那个平台建一个格巴堡社，新的格巴堡社。结果那一年日本又杀他们，他举行一个宴会，有酒有喝的，又有礼物的，让他们说我们来一起庆祝和平大会。喇嘛人他们以为是真的，他们就下去了。结果日本人也把他们那些参加宴会的关在一个房屋里面，外面守着，然后那个屋顶屋墙用汽油或者说没有我不知道，把它全部浇上去，就放点一根火柴就把它全部爆开。
所以你看的这个照片是啊，处处都有火烧，他就把整个的那个格巴堡社把它全部烧起来。这个最后一集是他们已经归顺了，1927年拿猫的人就已经下山，然后很平静的下到我们现在的嘉阳地区，那时候叫嘎用，所以日本就直接把它翻成嘉阳，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安居乐业。结果发生这个毕士兰事件是毕士兰出在手，他把经过的那个拿猫的年轻小孩，尤其是那个少女啊，会拉到里面去凌辱他们，特别是到有一个叫做达盘那个地方的那个部落，小的部落啊，他把 男人都不在的时候上山打猎，他就进去里面，他就把里面的少女妈妈全部都轮奸，有的就直接就上吊自杀。然后上山打猎的人回来了之后才发觉到这个事情 那么严重，怎么日本人还是会这样。所以第二天七个人，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啊，武敬、瓦浪、侯兵、赌上、打亚，还有亚威，还有马龙，七个人，他们一大早进去，太阳还没有升上来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去啊，毕士兰住在手那个地方，那个是在德基的那个地那一带的，曾经有一个毕士兰住在手，把它全部歼灭掉。后来日本人啊惊讶，就派军队，他从那个斯拉猫安布伦派军队来，然后又从啊各住在手派军队过来，也从古关派军队过去，去围剿他们。最后这个七个统统都被抓，尤其是有三个那个兄长的武敬、瓦浪、侯兵，特别被日本俘虏，然后要带到古关的理藩中心，那个时候叫做古拉斯理藩中心。然后经过德基的大断崖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讲好过最高的那个断崖的时候，各报一个日本军队直接跳崖，然后一直跳到底下的大角溪。所以这个就是毕士兰住在手学习毕士兰住在手的大概的情形。以上是我所讲的斯拉猫抗日战役的简单的故事，谢谢各位。老人跟我讲，他们真的是像禽兽一样，怎么一上来就攻打我们，就杀我们，我们无冤无仇的原住民被归类为野蛮人，所以呢就剥夺人格，剥夺他的财产权、文化权、语言权。我们非常谢谢尤巴斯瓦旦从在地族人的角度跟我们叙述了令人心碎的蛇帽事件，尤其是最后一段，看到三位泰雅族人不愿意受到屈辱，而抱着日本警察一起跳下山崖的事情，这不是电影，而是事实。今天蛇帽群还在，而福纪老师谈的大可感溪流域前三群非常重要的据点枕头山，日本人怎么也不愿意放弃这一块重要的据点，无论如何要在那里连接由北往南的爱永线。当然最重要的目的傅奇老师已经谈到，主要就是樟脑产业的控制问题。
可是史拉茂却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日本人对大甲溪上游的史拉茂人会有这么特别的做法。刚刚尤巴斯瓦旦先生最后没有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说究竟这个事件对于大甲溪上游的我们泰雅族人到现在的影响究竟是如何，是不是可以请您再说明一下？老人跟我讲，他们真的是像禽兽一样，怎么一上来就攻打我们，就杀我们，我们无冤无仇的，你怎么上来就来打杀我们？这是第一个。因为泰雅族是一个，其实我们非常很温和很彪悍，可是绝对不会主动去攻击杀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禁忌。是，所以他们说你们就像是牲畜一样。然后第二个的话，他们问日本人，你们一上来抢我们的地，然后把我们从原乡强迁徙到一个地方，你这个动作，你等于是把我们所有的，我们对地方，我们对故乡，我们对部落的那个感情全部把它挖掉了。 是把它拿掉了。对，你掏空了我们的脑筋。是。然后你灌输我们皇民化你们的东西，说你们这样是不对的，你们是为何而来，是这样。所以听到尤巴斯谈到这个重点，我自己也是大甲溪流域的人，我从小跟泰雅族在一起，而且我在这个地区是有高中同学的，我也到环山到离山，也就是现在的斯卡耀跟这个沙茂地区去做调查跟研究，我也去看过被屠杀的聚落，心里有无限的感慨。这个事件对于尤巴斯瓦旦来讲是自己的族人祖先的历史，那再请尤巴斯瓦旦对于自己祖先的历史要怎么书写，你现在着力在做的就是把自己祖先的历史认真把它写出来，详细把它写出来，把它整个过程都把它找出来，然后除了要记录祖先的历史以外，你自己心里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心中有一个心愿，文献它蜻蜓点水的就跳过去了，然后就慢慢的消失在历史横流当中。是，我心想我倒不如把我回到当代的那个战争被侵略的那个历史那个年代，我把它写成一部长篇的小说。是是。所以我写了一本书600页的，从史拉茂阿姆开始战争战斗，然后一直到日本派军队去屠杀4个部落，然后又把他们追赶到派番人栖息队，追赶到雪山山脉，然后这个史拉茂的人曾经被逼到他们翻山越岭逃到马达拉西呢，那个是一段很远的路程，很远的路。对，对，最后日本觉得没有办法了，他就不派了，然后一直到，所以他们到了马达拉西，就跟当时的继续抗日的斯卡鲁，还有北斯全的在里面的战斗者，还有梅辛奥的那个战斗者，他们在那个地方连成一个军事联盟，继续的攻打日本，一直到1925年，离山地区就慢慢的和平了之后，最后的史拉茂人就从斯卡鲁地区就慢慢下来，就回到自己的原乡。也就是说，从大甲溪流域
走过雪山山脉的主要的高山地区，翻过山到达大可坎溪的上游石家鹿群一带，这是多么痛心而且多么令人难过的回忆。不过看到有巴索阿旦把这些东西都要用文字跟图像把它书写下来，甚至从刚刚的演讲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些当时的历史场景也都会在小说里面被写出来，被记录出来，变成一个长篇纪实的历史小说，我们是非常期待的。同样的问题，傅奇义老师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历史研究者，是一个关怀台湾原住民、研究台湾原住民长期的历史学者，也在政大民族学系教导很多原住民族的学生。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傅奇义老师一定会在历史学的这个角度里面想要多讲几句话，尤其是像枕头山战役这种，日本人是有经济利益在的，但是有经济利益在也未必见得要把原住民逼到这样的地步。那您觉得呢？殖民台湾的特别是原住民区域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是殖民这个字，然后被殖民的人尤其是原住民被归类为野蛮人，所以呢就剥夺人格，剥夺他的财产权、文化权、语言权，所有的权利，所有的都对。然后呢就简单解释的话，他只不过是生物学上的人，其实是他是禽兽，用这个方式，所以呢就杀了哈，驱赶了，夺取他的土地都无所谓，完全否认，完全否认、这个、完全否认他是人。对，而他原住民的原有的文化之类的，特别是泰雅族的区域有了樟脑的，都有，特别是北部的地方，那就尽量就要把打压原住民。那萨拉帽的这个部分的话，算是也是这个后期的这个部分。那后期的部分是跟1915年之前跟后可以分界。1915年前是主要的是主要讨伐对象是泰雅族。泰雅族。1915年以后呢是这个浊水溪以南的。南的。南方。对对对。还包括萨拉帽这个区域。所以从傅奇义老师以学者的角度来做解释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见为什么尤巴斯瓦旦看到大甲溪流域的泰雅族会遭受这样的待遇。我自己研究台湾原住民，我也常常想，是不是因为台湾原住民复杂的族群有复杂的性格，所以统治者从将近400年前的荷兰人开始，然后到郑成功家族，到大清帝国，然后再到日本的台湾总督府、日本帝国，对台湾原住民的思考从来都只是，用傅奇义老师的话来讲，就只是生物学上面的人，但是有没有把它当作文化上的人认真来看待，保留有原住民自己的文化传统，保留有原住民自己的土地，保留有原住民的记忆，保留有原住民自己的历史记忆呢？看来这样的情形
要到20世纪以后，大家才能够认真的面对文化其实丰富而且复杂的台湾原住民社会。换句话说，台湾原住民社会真正被主流社会，也就是统治者认识，其实是要到20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认识的。这样的情形正是认真的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看待整体台湾的历史，怎么思考台湾原住民在台湾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这一集的内容我们感觉无宁是沉重的，但是我们其实是乐观的。谢谢大家收看热烂见识南岛，下回见。蓝屿猪是在蓝屿那个地方的原生种的猪种，它是非常珍贵的猪种，在世界上的这些猪种的 DNA 的比对上面，蓝屿猪跟其他猪的猪种的遗传距离都有相当的这个距离。那它在地球上的演化呢，大概有60万年左右的这样子的时间。那所以这个猪种的独特性跟它的珍贵性，那真的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宝，国宝猪。除了鱼腥草之外，像我们那个桑叶啦、薄荷啦，这也都是原住民常用的这个植物，也都在这个处方里面，那么占很高的这个比例。那这个是清冠一号，他们几个主要的这个药物组成。